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，欢迎收看美食 Lab， 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美食的节目。做美食我们是认真的，很多刚刚接触烘焙学做面包的小伙伴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那就是做面包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面粉，这些面粉又有哪些不同呢？今天我从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，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几种面粉中挑选了四款，从大致六至七个维度来为大家做一次横向对比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挑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面包粉。这次我们评测的四款面粉均来自国内的生产厂家，分别是白燕、新粮、金象、风筝。评测会从面粉的价格、配料、蛋白质、吸水性、出磨时间、成品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面粉的价格，这张图是我的网购记录，价格按顺序从低到高排序，最便宜的是风筝牌的面粉，最贵的是金象牌的面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和蛋白质，从配料上来看，风筝牌的面粉含有添加剂，其他三款面粉只是小麦粉。再看一下蛋白质，高筋面粉指蛋白质含量平均为 13.5% 左右的面粉，蛋白质含量越高，品质越好，吸水性越强。这四款面粉中，白燕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面粉的颜色，从颜色上来看，这几款面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我们就继续从后边的操作中来对比一下有哪些不同吧。这次用了这一款牛奶吐司的配方来进行评测，配方的含水量比较大，我们可以看一看哪一款面粉吸水性比较好。由于现在的室温比较高，我开了空调，我把空调调节在20度来进行的这次操作，所有材料放入的先后顺序都是一样的，先放入液体材料，再放入面粉、盐和糖。先用除湿机的一档搅拌一分钟，搅拌至看不到干粉，现在的状态就是刚刚搅拌好的状态。从外观上来看，可以看到这四款面粉已经把水分基本上都吸收了，用手摸一摸来感受一下，新粮粘在手上的面会稍微少一些，风筝粘在手上的面会稍微多一些。我把面团都分别放在冰箱冷藏了30分钟以后，然后开始揉面。揉面的同时按下计时器，先用三档揉面3分钟，然后再转四档揉面7分钟。揉面到10分钟的时候停下来看一下面团的状态，新粮的面团已经非常光滑了，而且没有粘在缸底。金象的面团稍微略粗糙一点，而且有一点粘在缸底。风筝的面团是整个摊在缸底的，白燕的面团也没有粘在缸底，但是面团看着没有新粮的那么光滑。然后我继续用四档揉面，加黄油我是以这种扩展阶段的膜为标准加入的黄油，加黄油的时间分别是风筝14分钟加的黄油，白燕13分钟，金象12分钟，新粮10分钟。加入黄油以后，我用二档先揉面3分钟，然后再转四档继续揉面，最后出膜的状态是以这样子能拉出薄又透的手套膜为标准的。四款面粉的出膜时间分别是风筝和金象都是28分钟，白燕26分钟，新粮24分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揉好的面团状态，这四款面粉中只有风筝的面粉是会稍微有一些粘手的，其他三款面粉都是柔软不太粘手的状态。面团的发酵我是全部都放在28度的烤箱中进行发酵的，刚好发酵80分钟，全部都发酵完成。一发好以后，按照正常的做吐司的流程来进行整形、二发和烘烤。四款面粉的烘烤时间和温度全部都是上下火200度烘烤40分钟。现在用这四款面粉做出来的吐司已经全部都烘烤完毕了。
从左到右分别是金象、新良、白燕、风筝。因为我的配方水量比较大，所以面包会稍微有一些皱皮是正常的。从面包的皱皮程度上来看，也可以看出面粉的吸水性好不好。第二个，新良的面包的皱皮程度会比其他三款面包要少一些，说明它的吸水性会更好一点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四款面包的内部组织。从组织上来看，新良和白燕的组织会更好一些。我们本期的四款面粉评测就已经完成了，相信大家看过前面的内容以后，已经对自己在做面包时要选择什么样的面粉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。好了，我们本期的美食 Lab 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、评论哦。做美食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我先来尝尝这个金象，感觉口感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这个风筝呢，因为知道它里边有添加剂了，所以吃的时候我会有心理阴影。